天都要来迪士尼玩，可是没有钱怎么办？没办法，现实，现实总是太残酷了。的那个怪兽电力公司好可爱，超可爱。影片开始前别忘了订阅哦，订阅哦。大家好，我是包子，我现在人位于在哪里呢？没错，就是日本的东京迪士尼，耶，又好开心的啦。特别的企划呢，就是要来邀请日本 JK 女学生一起来陪我玩东京迪士尼啦。我们先邀请日本的女学生进来。耶、yeah, ，他是谁？皆さんおはよう。おはよう。哎、欸，すごい可愛いねです。ありがとう、ありがとう。是这次最特别的企划，大家都知道我之前有帮我妹改造成八九妹那支影片吧？应该都有看吧？很多人都在留，很多人都在下面留言说，把妹妹改造成日本女学生，把妹妹改造成什么什么什么，这不就来了吗？日本 JK 女学生，我还专程到日本来拍片。这个经费花的超级无敌大、啊，哎，真的是让我的心有够痛。不过没关系，大家都可以看到我妹妹这可爱的一面。她竟然在台湾的学校、哦、也没有在给我穿裙子。为了这次拍片，为了大家，为了你们，她特地穿上 JK 的制服。这就是本次的计划，我们今天就是要来日本迪士尼玩一整天，耶、yeah, yeah. ，超开心的啦！好啦，我们就先入园吧 ，Go Go！ 哇，天哪，这就是日本迪士尼的人潮，吓死我了，真的是吓疯了，而且重点是一堆穿短裙，现在体感温度可能也才10度左右，他们每个都给我穿短裙，我还在这边穿什么假透肤裤袜，太扯了，太扯了。好，终于现在要准备过安检，安检的话就是放包包，检查包包，里面就是入园区，我快到了，迪士尼等我，我快到了。妈妈，秀一下我自己，太正了吧。哦、好喜欢，好喜欢！我是艳阳下的小公主，我是那个美人鱼，红头发的那个美人鱼。就是那个怪兽电力公司，大家都有看到吗？那个三眼怪跟那一只毛怪，好可爱哦！它就是那个毛怪在进去门那边，对不对？它是要面试吗？还是什么？在面试，它在面试的地方，对吧？好可爱哦！这里真的好梦幻，梦幻到一个 Oh my God！ 我觉得我们可以每天都来日本迪士尼，好可爱哦！我爱上你了。先不要、哦，好可爱，好可爱，好烦哦！哎呦，啊，这里是他们的纪念品区，可以进来买他的帽子什么之类的。我们先排队吧。现在来到怪兽电力公司的游戏，一台车，我们可以坐一台车，真的吗？六个人。耶、yeah, ，感觉很好玩哦，有够可爱的，可爱，好可爱。公司好可爱，超可爱！我们直接冲动消费，我们直接买了一个怪兽电力公司的大学梯，大学梯好可爱的，拿出来秀一下，秀一下。而且晚上冷的时候还可以穿，很可爱吧？
的那些 logo， 哦，黑色，超可爱！我真的觉得我真心拥有这一切，我一定会再来的。我要来住这里，真的，我真的要来日本住了。我每天都要来迪士尼玩，可是没有钱怎么办？没办法，现实总是太残酷了。我们现在要来去买头饰，因为我们刚刚先进来排队，他说那个有时间限定，所以我们现在要来买头饰。买头饰啊！有一只小小只的唐老鸭，90。在到城堡的地方了，好开心哦！我们现在要去看戏院。然后里面是什么我也不知道，可惜有点可惜的就是它旁边这边在盖，可惜现在大背光。有欢喜不？欢喜。有欢喜不？开心。有欢喜不？开心。开心。耶！ Yeah! 专业假笑了哦。来，开球点，开球。耶！嘿嘿，耶！现在我们到了最新的乐园，就是美女与野兽的地方，在等待去玩游乐设施。它那边是一个杯子，然后那边有一个入口，可以进去里面，就是那个门，把它打开，然后带你进去到梦幻的世界。哎，すごい，真的太美丽了，真的要来，真的要来。哦，那是谁？那就比我们先到了。车车进入到梦幻的世界去。好可爱，好可爱，すごい。他那个还会一直动一动。觉得怎样？这里太完美了，太完美了，太完美了，真的太完美了。你也很完美，是不用这样子啊，有点恶心啊。我要来开箱，你吃没关系，你吃。我要来开箱杯面的汉堡，这个样子，不用。哎、欸，不是，它是，哦，它不是米汉堡是吗？它是做成它发生怎么了？它怎么回事？在做冰。它怎么了？锅中的面。我的杯面怎么了？倒闭！你看我的杯面。我不知道啊。它怎么了？扁掉了。他经历的太多了，他经历太多了。还好吃吗？在游乐园区里面算是还不错的东西了，就饿了什么都好吃。真的呢，什么都好吃。我觉得我今天的眼妆100分呢，好漂亮哦。有没有被我电到的感觉？很买机，很可爱耶！啊，买水，其实就很简单，就只是水而已。只是因为它的造型很可爱，所以才跑来偷。而且上面还有一只猫，哎、欸，真的耶，我没有发现哎，上面还有一只喵喵哎，有够可爱的。等一下，那边站一下，我帮你拍。喵喵吗？对啊，有够可爱。喝水，喝水，来品尝一下日本贩卖机水是什么味道。
有没有特别甜？这里面有加糖了吧？天哪、啊，竟然有加糖！很甜诶、欸，糖宝宝。你在呛谁？在迪士尼会这么喜欢来的原因，就是除了他们制度好之外，刚刚还有人卡倒饮料，工作人员马上就跑来清。日本真的是很优秀的国家。我们现在来排过山车哦，超多人的啦，排超久，而且这个阳光100分。等一下，换我们跟下面的人挥手了。对啊，有鼻翼挥手啊。没有人在理我。对啊，哎呦呦，啊你要站在这里挥啊。我没有人理我们。来吧。好可爱，好可爱。哦，山车耶、啊 yeah, 好开心，我们排了一个多小时，我们排这个就像是在坐那个断轨一样，一样久，真的跟地堡的断轨一样，有够久，无敌久，要断了，不要断了，不要断了，坐下来，一直被我磨破，猪脚要断了，排了一个小时，对，整整一个小时，对，它旁边都是这个线，还没有办法坐着，超累的。哦哦，拿好，我拿好。哦啊！我妈还飙泪，她说很像那个剑湖山的那种咕咕飞车一样，结果没有，其实真的蛮恐怖的，蛮高的，好好笑。这个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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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站站站，超好玩。哎，我们现在要来准备等游行，对，太暗了，我就不拍了。打手电筒，我就不拍了，拜拜。OK， 各位，我们现在呢，本来在这里要等迪士尼的烟火，结果它临时取消，因为我们这边风太大的关系，所以它今天就把烟火取消。我们等了无敌久，从6点等到8点半，看完游行就开始等，太累了，太累了。真的太累了。好啦，这就是本日改造妹妹成 JK 女学生的企划啦，如果大家喜欢的话，也都可以订阅、按赞、开启你们的小铃铛，开启小铃铛，别忘了去追踪我的 IG 还有妹妹的 IG， 都会有更多的日常生活影片哦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，拜拜。